啊，那过来要请乡亲，当三工来找找这名85岁老阿伯，住伫个双溪乡，伫前讲家己一个人骑着电动车外出，到现此时拢无登厝内，加上是真着急报警察到找人，何必警分局15号早起时就来动员协勤，面对大约40人，嘛来出动搜救狗啊、抗吸机等设备，展开搜索行动。双溪乡一名80岁老先生，13号下晡，家己骑着电动机车出门，就无返来厝诶，家属真紧张，赶紧报案求助警方。宝德啊，宝德企业啊，宝德公司的时候，发现新老先生从西山路往海边方向，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看到他有出来的情形，所以说我们目前已往这一个区块到海边的区块搜寻。双溪分驻所接到报案了后，赶紧调外监视器，找到老先生进入江滨工业区的身影。然后本所在前往工业区服务中心调阅服务中工业区内的监视器，发现新老先生从进工业区之后，由彰滨东石路再接县安路。好，往海边方向，到目前尚未寻获。然后本日本分局动员将近40位，好40位协勤民力，在彰滨工业区县西区的海边巡守。在15号上午，河滨警分局动员警力、民防、义警、海巡署、民间救援团体等40人，出动搜救犬、抗吸机，展开海陆空搜索行动，希望会当早日找到失踪的老先生。警方嘛呼吁乡亲，假使伫工业区或者是海边有看到老先生的身影，嘛马上通报双溪分驻所。多张新闻，也奉有双溪采访报道。